人家表面笑笑嘻嘻的那个，然后内心就不脆弱了。有的脆弱不是说我在网络上发一段文字说明啊，我表示我是个脆弱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演员他外化在网上表现出来就是一片祥和，就是开开心心平平淡淡，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内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家私底下可能真的就很脆弱。所以我觉得你带着尊重去看这些吧，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你别去引导大家把这个呼声给整起来。吃东西了，不说了。我今天晚上吃的可多了，今天晚上我妈弄了一只道大不小的鸡，不吃完又浪费了，吃完又太撑了，还弄了什么牛肉啊什么的，吃的都不是，我吃的是那个小番茄，这个不长胖，这个基本上没啥热量，车厘子吃了长胖，我在重庆，我妈好像从来没买过车厘子。重庆这边好像，可能不流行吧，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家不太流行吃车厘子这个东西。哎呦，谢谢英姨，您是我们知道我当时看到那名儿为啥反差那么大，因为英姨是《步步深陷》里的。我不胖啊，你们不是说我最近瘦了吗？啊，都说我瘦了，我真没觉得我自己瘦了，家里秤也没有。那天才黑，那天我看录屏回放真黑，本来人就黑，本来现在人就晒的挺，我是那种晒了它就也不叫黑吧。有点黄，看着有点蜡黄蜡黄的，可能就显瘦，给我晒得蜡黄了。对，脱水了，昨天是脱水了，我今天还好吧？今天脱水了吗？今天我喝了一升的牛奶。我今天回来给他弄那个网，给我妈弄家里的网络，谢谢漏钱机，家里网络好像坏掉了。吸不上啊，这个。这两天我可以去约一下那个拍照，就是去那个好看的棚里，我从来没去拍过，就是人家那个叫什么，发那个摩卡，我今天给自己做了一版摩卡哈，全是照片，然后加就是还有就是分享在咱们群里的那个，我直接盗用了咱们群里的那个资料卡，把上面的那些文字摘下来了。就是哪个戏上在哪儿，饰演的角色什么，我把它摘下来了。左边就是那个饰演过的东西，然后右边就贴了一堆乱七糟八的那个好看的照片。但是我没有那种四面照，就是很正式的，别的演员都有，就是很正面的一个，然后45度角，然后90度角的那种。
要谢谢 KKD， 谢谢云瑶，谢谢小太阳，谢谢大家的礼物。我这个点儿播合适吧？啊，都没睡，就是到快睡的那个点儿了。你们一般几点睡呀？我昨天下播完了，我都还熬了好长段时间，我才睡着。你刚来，我却要下播了。你说昨天还是我现在才刚刚开播，早上6:30直播最合适了。嗯，我看到的，我看到评论说那个要用那个砖敲我，如果今天在那个点直播。我那段时间就是拍冯总那段时间我是最爱吃坚果的，因为家里没有坚果了。妈怎么买了这种花生米啊？你们一定要少吃这样的，就是外面带了一层碳水皮的这种小花生米，一定要少吃点，很容易肿。虽然它好好吃。这是缓缓好吃。对，这是第10000次直播。我在家待几天，我待好几天呢，得待个4-5-6天吧。啊，哦，那恭喜我们的在线男票。你看这怪物活的，我也喜欢。谢谢艳阳懒猫，谢谢叶莲姨，谢谢意义。不行，哦有，哎呦，我忘了挂上去了。你早上提醒了我一次，我忘了。我等下下播弄，我下播挂。不，我在家不化妆，我是刚刚开直播，然后因为我最近晒黑了，然后打个底开的直播，所以你们今天会看我白一点。嗯，我不想就是看到弹幕区全是那个你怎么样，你怎么那么黑，你怎么那么黑成那样了，我有每一个都要去解释一下。那天解释了一个晚上，我感觉解释不清楚了这事儿，因为大家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进来。那个鸡爪是挺好吃，哎呦，它是挺好吃，但是我建议哈，你是白天吃，因为晚上吃那个钠含量也比较那个。如果晚上你吃的特别多，你一口气把它那个一盆挺多的嘛。我吃五谷鸡爪那种的话，晚上吃特别多的话，第二天会肿，所以可以在白天吃，或者下午的时候。有没有兴趣推荐？可以去看一下《步步深陷》，可以看一下《步步深陷》。嗯，今天那条视频是这样的，那条视频，人家没有给我下掉，是我自己下掉的。因为我看评论区好像有的是妈妈，妈妈妈妈们还有宝宝，然后说那个被孩子看到了不好。然后呢，下面也有提醒说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会属于过于裸露了一点。然后我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平台它那个也提醒了，我说，哎，虽然平台没给我下，然后我就自己给它下掉了。平台它没下掉，它是直接限流了。哎呀，嗯，限流了。但我前面基本都打码了，我想只是露一个背应该没事儿。
因为我看他们有的就是那个正面都是有的嘛，我就想那个前面都是模糊镜头，然后后面就拍背的时候那个可以露出来，就拍背露出来好像也不是太行。在群里啊，管你们敢发群里吗？那个，因为我们有个管，有个管理，后边那个直接被禁了，被禁了24小时，就因为发了个东西，在群里，他号被禁了24小时，这太可怜了，梁晨。真的榜一了，那怪说不得，这个点直播了都有8000多，这个点已经挺晚的了。哎，你看补补升级没得？你看到第几级了呗？第6级。网络，我网络那个明天弄，你那个弄不好。我妈看到第6集了，怎么都在给我比心啊？比心咋子？北普通，我们家现在没网络，我之前想看看电视，看放个那个都不行。我最近又新磕上了一对 CP， 前段时间刚刚才磕上的，这两天换了个新剧看。你都在给我刷这个信息比心啊？我没有生气了，我觉得说出来就好了。就是我也看到大家的回复了，我刚才觉得大家也懂，挺好的。主要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导向问题，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翻上来直接说一下的话，提一下，好像就任由他们在那下面肆无忌惮的这样去说。我觉得这样的风气真的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我知道了，你们聊聊天嘛。我竟然还把那个头发下面打了点发胶的，希望尽量贴近于冯董那个妆造，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还是得妆发老师来，我怕别人点进来说这个人冒名顶替，然后直接划走了。我小姐那个比心好像它有点太多了，谢谢大家的礼物。我今天怕是登了一个假号，我没有人说话。把我的刘海捞开，刘海捞开不好看，有点丑，
重庆有哪些好玩推荐的地方？下次去打卡，你可以感受一下这里。我们这里有很多那个，你如果不走景点的话，可以去那个某鼠上面搜一下那种防空洞，然后去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些东西，然后一些文化传承，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哈。然后还有，纪念馆，有很多纪念馆，重庆的纪念馆，你搜这几个就会，他会给你推荐很多很多纪念馆。然后这是他文化的这一部分，还有就是旅游打卡的景点，你可以去洪崖洞啊那些地方啊。然后玩的话，我也当时也觉得这是机器人。玩的话，你可以去九街，还有那个九街，还有哪个？哎，太久没来重庆玩了。防空洞火锅我都没吃过，九街那边现在吃的也有，玩的也有，就是你如果跟朋友组团过来玩，你们想唱歌吃火锅什么的，那九街 那条街现在修的什么都有。你本地的你可能觉得九街没啥子的，他们外地的万一过来耍，他们都觉得他们想耍一点旅游孩啊那种几个朋友，他们就可以去九街玩，解放碑也可以啊。解放碑那个碑还是很有故事的，我们可以请个、不请导游了，抖音上搜一搜就知道了。讲讲我磕哪个 CP？ 不行，我这个时候我得私心一点，我不能是推别人的剧，我也推步步深浅。我磕步步深浅，但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甜文真的心里暖暖的。坐飞机我就直接给他24集全部给他下全了，看。邀请我当导游啊？我要给你乱导。有点提示，这是玩什么游戏？玩海龟汤吗？提示就是，他讲的是一个打游戏。提示仅限于此，那你去吃苕皮。一模说好，我自己都好久没有吃苕皮那个东西了。晚安。你说话比冯总的话还拉扯，导游导到你心里去。兔牙，他有兔牙，挺可爱的。我这个有点漏风，我这个牙。我之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自己不是做那个牙套吗？还给你们讲个有点那个的事儿，就是我那个牙套它是寄过来之后，它会给我两张砂纸，谢谢 Starry 那一天，谢谢大家的礼物啊，谢谢。他给了我两张那种砂纸，那个砂纸它就是把，因为牙齿你要往内收，它需要把牙齿的那个面积缩小，体积缩小一点，所以他要用那个砂纸自己把牙齿给磨一点走。然后出了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是什么？我用力过猛把自己牙齿磨多了，我现在那几副保持器戴下来，戴完了之后他门牙那儿还是多多少少露了一点点，那已经17971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对，他得自己磨，所以我给你们说，就是不要模仿我之前那样去网上，我那个自己去做那个牙套做了，然后自己来操作这些，得去专门的那种牙科医院弄，因为他牙齿外面包的有一层那个牙釉质，他是把那个东西磨了，他的牙面积就小了。对，让我自己磨的，拿锤子。牙齿短到可以再长吗？
对，自己咬的那个膜得去牙科诊所才好，所以我得重新弄一下那个牙齿。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直说话，其实我咬合就是不是太好，就是自己弄的那副牙套。嗯，但是我是磨了一点点，它不是像医院磨的那么多，但是我那个量在门牙这儿没，自己磨的那个量没掌握得太好。没去医院，因为不是拍摄嘛，然后这两天才回来。我感觉我一回来，我妈操心我的地方可多了，又是要我去看一下那个，说我常年熬夜，她说这样你经常熬夜，哎，你那个肝肾呐肯定是有点问题的。你要去那个中医院看哈，中医院看一下，还要带我去照那个 X 光还是什么，照带我去照 B 超，哎，反正就是照，就是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好久没弄过了，反正体检方面的。我想两万，我跳不来硬跳啊，只有。对对对，大家可以，冲一下额度，不是那个额，企鹅的鹅，鹅，曲项向天歌，我感觉没有美颜好看，那太谢谢你的支持了。B 超是照那啥，照，哦，我知道，我说错了 ，X 光，哎，反正就是照那个，不是照那个，是 X 光。你们看到我今天在《步步深浅》下面那个长篇大论的评论了吗？哎，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灵光乍现，脑子里，我想我平时都是那种神经兮兮的，我想不行，这个东西翻牌这个东西吧，它还挺正式的哈。我说不能把这个导向也导歪了，平时我在自己直播间这样嬉皮笑脸一下就算了吧。哦 CT 啊，记住了，我说我得正式一点，我就编辑了那么一段文案，然后还被猜出来了，说哎，这刚刚几十分钟没翻牌，是去想文案了吗？哎，我回答你就是，哎，我还真是去想那个了，我绞尽脑汁在想。我至少还是凸显点国内文化水平，不能说是全部都是那种在网络上神经兮兮的噻。啊，这样到底多少？我就正式回答一下哈，189是我的那个男子们，他们觉得我就是很高大的，所以他们跟我说我是189，但实际上呢，我是，我高考测量的是179.5，高考那个激光测的是179.5，然后。这么些年我好久都没去测过了，那有可能还长缩了一点啊，哦，平时会看什么？我平时还真没有看书这个习惯。今天牧人说我腰是什么，那我在他身体也是挺高大的。哎，我前几天去上海玩过了，176那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是绝对不知，这个还是比这个高一点的。你好歹给我标个178嘛。是，多巴胺那些东西呢？那个东西我了解是，我平时也会吃那个，就是比如说我是了解那个有一个
东西，一个提取物叫西番莲提取物，然后那个时候去搜一些东西，就网络上什么西番莲提取物有什么功效，然后他给我解释到就会分泌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什么多巴胺啊这些各种那种激素，然后我就了解到了一些许的这些东西，但我这些东西都是上网搜出来的，然后东一点西一点凑的那样。啊，新建宝都可以左上角点关注，上个灯牌啊，灯牌掉了可以上个灯牌。你今天这么多这个呀，谢谢你们。咱又开始比星了，我觉得不太正常，是不是出来还是问题哦？是为了把就是黑子刷出去是吧？没事没事，不用刷不用刷了，不用刷不用刷。黑子那个我自己是现在就是已经心平气和了，那个黑子无处不在嘛，那个黑。挖爪 Q 好像是四杀还是五刷来着，我忘了，四杀还是五杀还是通，就是通杀那个游戏里面那个吗？什么 Triple Q Penta Q 挖爪 Q。谢谢微微，别刷这个笔箱了，我都看不到那个弹幕，容易被那个弹幕容易被那个就是弹过去。Stop。新进海宝子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上个灯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啊，哎，群现在还有位置吧？我看一下。嗯。哇哦！给楠楠子们分享个好消息，哎，他怎么上面又带标了？带标可不能漏，在这个。嗯，发战报了。我知道大家的一些支持啊，不用再发小心心了啊，咱们多打打字儿，打打字儿说话，不然的话我就容易看不到那个字儿。那是不是我要开新的群了？我每次用我那个平板电脑开群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可麻烦了。它我今天情绪特别高涨啊，还要再高涨点，怎么得了？嗯。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这些是哪个是？为什么又开始发鼓掌了？不要再刷屏了。啊，
又品种话题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重庆没下雨。不不，有那么害羞吗？因为那个发那个视频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演是演的前面一段时间，就是开机没过几天，哦，恭喜那个一万破一万八，所以是鼓掌。那你们就发欢迎欢迎两个字嘛，你们发那个一直刷。我还以为咋了，今天你们好兴奋。多久开始三件套？我先练练，我剩下交给你们，你们就是去帮我那个把那个舞蹈给我 P 一下，是不是？上海逛了哪些地方？就沿着外滩逛了一下，然后那个街道边巷子里走了一下，然后白天也去了一趟那个巷子里，然后那天去吃了那个什么蟹黄拌面。然后我最近不是，我就很牛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步步播了之后，我好像就没啥待播的了，就是要等很久了其他的待播。下什么题材？双强，谢谢关注，谢谢吕战士。糟了，他那个群名他不给我显示了，我是卡的好多群呢、啊，四十，他给我显示，我差点把群建重复了。超过，哎，其实我想建一个那样的群，那个叫什么？他可以选择一个关注超过60天以上的活跃群，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谢谢大家的灯牌。巡管，噔噔噔噔。
谢谢新的朋友的关注，新建粉丝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上个灯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哎，我怎么看不到大家说话了呀？这个下面，就是全是那个关注和灯牌。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充了什么流量吗？哇！哇，这个浏览量这么高了！我觉得它的诡异的点就是在于之前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怎么可能会碰到手机？没有碰到手机，谢谢萌萌萌。就是今天晚上发的那条视频的浏览量还挺好的，就是已经到才两个小时到昨天的一半了。我都不知道咋播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视频引过来的呀。马小雨直播间就这样，是哦，可能是，可能平台算法出问题了吧？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这样。哦，应该是算法出问题了。谢谢 Mars。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都懵了，我也是咋的？然后你说他骂不，他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也不骂，然后就谢谢大家礼物，然后我就看到一堆灯牌，而且一直是就是各种关注，你看他现在都还有，是不是你们谁？是不是你们哪个大企业家？然后调动公司今天上夜班的孩子们，然后进直播间了。我老把舌头吐出来，你不喜欢我，你没上灯牌，你喜不喜欢我不管，你不是男子。我现在有看到，就是也有男子觉得说他是，但是人家就是我男子说话特别委婉，说觉得我这样别人看到了截屏出去不太雅观。我有在尽量控制，但有时候嘴巴确实干，我嘴巴干一般不就舔一下嘛，就自然而然他就那个了。对，这次角色扮演的还蛮，其实我当时演了的时候哈，演完了的时候我很开心哦，有参演这部戏，但是我其实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我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刚刚演的那前几天其实心里演步步深陷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放松下来，很紧张，特别是第一天，我第一天演的时候冒汗，直冒汗，而且那个时候很冷，那个时候挺冷的，我都穿那个袄子嘛，我穿的挺厚的，我都会冒汗，就特别紧张，因为就是饰演的那个节奏有点奇怪，我开始，就是我过程演少了，一下演到结局，就是这一段表演，就很慌，
吃的番茄，助力观众比较多，据 PK 提升，我不 PK。这个还关不掉呢，这个。你们是不是就是进错了一个直播间的节奏啊？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找错了呀？怎么到我直播间了呀？谢谢大家的人气票。保持状态，多播一会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儿，就是等于让我保持状态，多播一会儿。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它也没有很高涨，但是也没有说特别低迷，就是保持这个状态是吧，让我。但是你就是这个表情包，我是着实没看懂。谢谢，哎呀呀呀，我们聊会儿天吧，说会儿话，不然我很尴尬。就是别个那些主播他不说话，别个那个人他都要往下头掉。真的吗？那我再播一会儿吧，我就下播了。看得到你们说话呀，看得到啊，你们说了下部剧的男主什么人设，看看歌，不要表情包了，你重新看，你没看到吗？我也想说话，我们听啊。喂，最近我们没有联系，说话被表情包刷上去了。哦，他可能刷那个太多了。下部剧什么题材？他是那个两个双墙的。还横屏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没有，就画面不一样，然后演的那个节奏有点点不一样，要稍微放慢一点，放慢挺多，然后就，还好啦，现在觉得差不多，都挺好玩。最近能休息好一阵吗？能休息好几阵。下个月月初，我说的是重庆的方言，聊五毛钱天，我都是说，哎，现在我看得到你们评论了，都是一便宜便宜评论。我大概休息个一周左右的样子。休息个一周左右的样子。大家记得就是多多支持一下步步深陷，在鹅厂上面，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步步深陷，然后可以在那个叫讨论区，然后多多那个讨论讨论，然后可以在弹幕上面多发发弹幕。其实你们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剧的时候把弹幕打开，如果你不怕影响那个你觉得那个情感太拉扯了，你可以把弹幕打开，弹幕打开就是搞笑的另外一个画风。
然后我要差不多准备下播喽，我下播了啊。晚安，男男子们。哦，虽然我现在他可能是卡 bug 了吧，然后我现在没有看到大家的那个叫什么评论，嗯，没有看到大家评论，嗯，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在，明天不应该就好了，他这个应该是卡 bug 了。哦，刚才说有一个那个小雨那边不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在那儿休息，哎，这个我看到了。谢谢新的宝子的那个关注。我要准备下播了，下播了，晚安。晚安，哎，现在你们晚安全弹出来了。谢谢陆前进，谢谢黑色。